今日继续嚟抽大波海豚，咁主角又出咗两只新嘅角色啦。听闻都系一只非抽不可嘅角色啊。咁佢有一个最特别嘅地方，有一个主动技能啊。咁呢个我唔知咩嚟嘅，效果可以提升全队 60% 攻击力 ，ACT 主动技能，好特别喎，就系、是、呢一只有啫，其他冇喎。即系上一次嗰只海豚仔咧都冇。跟住啲技能方面就加爆击机率啊，破防加埋爆击伤害嘅大技系。咁就扣三个护盾啦。另外呢隻就你睇呢隻系冇呢个咩主用技能，呢隻都系爆击时伤害提高，呢个系我加个脆弱特性。张卡就行动多次，啲技都好相似啊，同翻上一次嗰个海豚仔，即系今次多咗呢个主角咧有一个主用技能，咁就抽噶啦，都冇得唔抽啊！海豚仔通常都好劲嘅，冇得唔抽。上次已经保底咗，今次会唔会又要保底呢？我又够唔够保底啊？好似系啱啱好够保底，我呢度唔好有保底啊！有保底唔好玩噶啦，只 game 吓死我，以为一夜就中，点知系唔中咧？喂，又话揿住啲角色可以睇到啲咩效果？揿你条毛啊！揿极都冇反应，揿实又冇反应，又俾人呃咗。我冇谂过现实俾人困钱，跟住咧抽呢个抽。卡又被人困，揿你跳舞啊，冇反应啊。你而家咁风平浪静嘅呢？哇！我记得要有特效喎、哦，冇特效应该都冇乜可能中到。你睇，我一直系咁揿，我系咁揿，佢都系一直都唔变夜晚。有啦，今次。唉，屌又系卡，喂，喂又系卡，今次嗰两张卡系咪啊？我记得呢张系，呢张系加个伤害，睇下先，系咯，两张都系，系我唔记得睇下嘅效果，咪同之前嗰两张一模一样咯，同上一次海豚制又系加个咩70血以上就加个暴击伤害，呢个啊嘛吓，70血以上。加暴击伤害，最终系唔同属性咯。加20%暴击伤害，跟住呢个加自己，哦，原来呢个黄色唔系光属性，系叫 gear 属性，机械器具属性。我明白啦，我唔会再叫佢做光属性噶啦。今次一样都系好难中啊！喂，佢两只都唔出一只俾我，我想要主角嘅主角，起码有新嘢玩嘛，有一个主动技能。蓝发嗰个就算啦，蓝发嗰个冇乜特别咯。哇！我啲石都7788啦。诶、哎，海豚系咪呢个 ？Kisurushima。诶、哎、，Oh yeah， 呢个吉达，抽到110抽，抽埋佢啦。咁咪可以砌到一队咯。我唔使烦佢个队友，应该要配边个好？呢只都唔错嘅，呢只咩交弱点啊，跟住又可以行动多次啊，咁样 OK 嘅，即系抽咗唔蚀咯，唔会亏啊！哎，一睇到唔同公司咧，就知道唔中噶啦。喂，呢只我唔记得咗啦，我要睇翻佢有咩效果。哎、爆金，唔系爆彩，屌呢张卡，呢张卡见过，呢张卡系可以免费换噶嘛？我记得，我谂紧之前有张免费券咧，应该换边张好呢？谂到我头都爆埋，又系卡，哦，所以都识分卡同埋角色嘅特效，哎，哇，1、2、3，中多张上个铺嘅。上主铺嘅嗰只兔女郎，咁睇嚟要夜晚先系必中嗰只角色，就咁咧就冇乜可能，170抽啦已经。诶、欸，我好似唔够石保底喎，系嘛？我系咪争10抽先保底到？我唔系，啱啱好。
190, 200抽，我200抽都 OK 啦，我200抽两只角色喎，勉强嚟讲都接受到嘅。等，换埋佢。咁我而家有零石啦，又冇晒石啦。光属性，唔系，基亚属性，件衫几正，我又抽到山穷水尽咯。唉，算啦，今次呢只好似都冇话要抽多一只先至系完全体。睇下先 ，max 咗又加暴击伤害，咁 max 咧都系一样加暴击伤害，不过加少啲，少10%，系咯，冇乜变啊。咁睇嚟抽一只就得噶啦。而家佢啲反应，我都唔明强化条件呢个系咩意思。唔识睇日文，唔理啦。咁就系咁啦，今日抽到呢度，我哋下次有缘再见，我系 Link， 拜拜。